大家好，我是大玄，今天又出来赶海了。今天是晚上的潮水，现在才刚刚开始退了一点点，现在出来下去巡逻一下，什么工具都没带，就带了一个锥头，一双手套，走了，出发。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躲在这边，来出来出来，哦哇，这个活该去，这都可以，哇，这潮水退了，它一般都是躲在这个，我扎在这个栅子里面，你别跑，你跑不了的哦，我抓住了你就别想跑了，来吧，进来吧，今天忘记带那个铅笔圈出来了，先给它放在这边，赶紧再找一下，你把这个垃圾给它带走。哇，这边怎么塑料袋这么多？塑料袋不能放在海边。捡垃圾的，做公益活动。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应该大，哇，这个大小都露出来，哇，这个是花开线，哇，这个可以，给它洗干净先。哇，这连只大脚，哇。你们比我脸大，哎，让你爬一下，来，好啊，你爬不了我就不抓你，爬不了就到我这里来，好，进来不跟你玩了，我今天没带铅笔圈出来，哇，这螃蟹够坏的，这样我不敢动，我忘记带铅笔圈出来，让它消散一会儿，晚上回去给它放锅里面。垃圾呀！哇，这边，哇，这个，哇，切进去了，这个要小心一点，这个不开玩笑，吓到了，哭都没地方哭啊！哇，这个，哇，也是大蛟，它也是到冷的都缩起来了，久久在那边躲着，不要吓我啊！现在天都快黑了，海边没什么人，随便找一下，没鱼就回家。哇，这边，哇，这个石头要给它弄起来，不然被吓到了就完蛋。哇，出来，你跑。这个是不是像那个乌龟一样翻身过来，它就翻不过去了？不躲你了，人家夹到了，就完蛋。来，进去。哇，这边怎么塑料袋这么多？给它带走。哇，石头蟹。哼，这个海草放在这边，留着给鱼吃。嘿，跑得这么快干嘛？哇，你这个，这个是
这个应该是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子，不过应该跟我们人类差不多，11、12岁差不多，不怕冷，他会动会跑。那些大的他怕冷都不动。好，来再找一下。都成这样子，行，下去骑一下就回去了，回去吃饭了。刚才家里打电话，哎呀。哇，那边一个这边就拜拜了。哇，这边三驴哥，来吧，起来，你卧在这边干嘛？别怕。哇，这个区，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哇，真的这么惨！来来，给你抓起来，不跟你玩了。好了，给他们。进去。哇，这个是意外收获。我先下来，洗脚了就回去了。这个垃圾给他一起带走。哇，这冬天太冷了。哇，好了，回去了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垃圾这么多，差点被夹到了。今天好在抓了30只石头蟹吧，然后2只花盖蟹，可能都会死了。这个章鱼是意外收获，回来之后捡到了。走了，回去了，拜拜。喜欢大全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点赞，谢谢。